小林，看你愿意重新面对你家己的人生，我真正就替你欢喜。你甲建廷结婚以后，咱的关系就更亲了呢。想袂到咱两好朋友啊，竟然会变作姑嫂。建廷确实对我真好，而且对我的囡仔嘛是真心的。搁再讲，伊嘛为着我离开孙家，离开海顿集团，所以我袂用去辜负伊的感情。你想清楚就好啊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对了，安尼你的婚纱，就当作是我这个小姑和你的结婚喜礼，包在我身上。多谢你。安杰，你度假工婚纱的费用，你别跟我出啦，安尼来好意思啦。没啦的啦，我有讲过啊，这是我跟瑞峰送给你的结婚礼物，拢是一家人，别客气啦。是啦，那安尼结婚的费用，都给我这个阿姨来表达心意啦。阿姨，曼娟，多谢您啦！啊，那呢，我的功绩不如从命。建廷，趁今晚有闲哦，你甲杜家买物件，和小婷看卖啊。哦，好。这是婴儿背带。是啊，今晚我的脚哦，好到差不多啊啦。以后咱带宝宝出去，就当一人爱一个，你就袂遐尼辛苦。建廷真正足有心啦，伊找我陪伊去婴儿用品店，伊有试过一几款的婴儿背带，啊，伊感觉这款的哦，爱起来上袂忝嘛。孙建廷，袂歹哦，愈来愈有好爸爸的 feel 哦。今仔日哦，我看到建廷为小婷伫个经婴儿用品的时阵的模样哦，我嘛感受到建廷对小婷的爱啦。今仔看到建廷这样快乐。我这个做阿姨哦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小婷，我会甲你说多谢。你和建廷哦，活出一个全新的人生啊，这嘛是我一直希望看到的。好啦，阿姨，莫阁讲啊。礼服准备好啊，请你准新郎跟准新娘来试穿看卖。妈，看起来孙建廷真正要找小英堂姐了呢，那我要是变怎？做你放心啦，林武啊，我是破坏婚礼高手。只要有我一个，伊绝对无可能顺利结婚的。嘛对哦，因为我就是可能的受害者。只要我非常悲惨的经验，从顶头甲 Alan 结婚的时阵。袂输一世人，无靠个十八囡仔。无啦，我当然有看过十八囡仔穿婚纱，也毋过从来无靠过这么细心。静婷，今日安尼讲，这件礼服你应该是满意啊。阿上天都换好啊，你哪会袂换啦？紧甲衫换起来，等下看下徛伫边啊，搭配起来感觉。请问要去倒位啊？试穿这边，还是你请？对啊，小婷，我拄则有看到你换一件婚纱，剪裁真特别，啊嘛真有气质，我感觉这身合你的，咱俩换看卖好无？我相信曼娟应当讲啦，小婷，你得试穿看卖。
穿哦，那是甲阮煞见好破，你煞陪人的哦。哎、欸，因母啊，我的身材上届无一定硬的，我身材绝对好看啊。啊，等一下哦，我若换好，你替我加翕几张相，我传来去互上上哥看。无你看，伊看到我穿婚纱，伊会想买。是，得教我先啊。见过你哦，你莫在那讲话哦，啊，若无就对你无客气。好啦好啦，那恁要换，紧换我的啦，去啦去啦去啦，莫换我换我，不想看，我先出去啊。孙先生，等你衫裤换好，咱就再去摄影棚试拍啊，这边请。嘛袂歹看哈，是啊，小等下来试穿看卖。张小婷，你甲恁妈张小丽同款够人玩。就算讲我的早囝袂用嫁予孙建廷，我也袂予你遐尼啊好看。你看安尼敢样嘞？真好看呢。对啊，小婷，我手机啊放伫外口，我有一寡代志想要甲瑞峰讲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摕手机啊。你往哪收起啊？哎，我看有人无？是安怎？门收起啊？敢是门歹去？我看有人无？我去用关伫内底。哎，有人无？白雪，那是你，小婷人嘞。两位新郎请，我今仔要试拍两位新郎穿这套礼服的感觉，若是无满意，咱会使阁换，换到恁满意为止哦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正廷王子，咱来去说。你莫跟我讲话，我这边咧找小婷。哎，正廷王子，正廷姐已经换新娘去啊啦，因为这人上爱就是方思瑶，是查某呢，所以哦，不可能跟去上的啊。你看你真正你想叫你恩刀，我叫你水，无开去啦，咱两个人是来翕相啊。等去了后，替你用绘图软件，甲你小婷合成，你讲好不？啥物叫你翕啦？你甲放开啦！放开啦！你莫安尼好不？谢白雪，翕相啦！安尼在哪呢？翕相，翕相，翕相，翕相！谢白雪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人家讲吼，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，都是这个意思，都是这个意思。白雪继续个调落去。唔知是谁把咱设伫个更衣室内底，把咱叫开，不叫人来救咱，到底谁在看？你来是新娘啥？我来翕相的呀，翕相。
你又掉掉去创啥？你不要跟大家比相棒啊！白雪玲，我跟彩丽来，白雪玲，雪白雪，你不要紧，带伊去上。哎，金天王子，黑熊哦，无安尼啦，啊，让这个老人家来，这位伊像我爹吼，我现在青春无敌，可爱美丽的白雪公主哦，这位名给我，四爷爹吗？来来，黑熊，今天，来，今天啊！雪白雪，我今天是要试婚纱，拜托你莫加乱好不好？ 白雪，你要减肥啊啦！哎呦，我就听，妈，起来起来。你继续你家门，我来打电话，搁警察来挂上。麦生，来继续英雄。摄影师，麻烦你。好。